大家好，我是三宝创新的新成员迷你小精灵。我是一款极其富有表现力和乐趣的桌面机器人，简约小巧的外形透露出了我高贵的气质，灵活多变的运动表现了我优质的性能。我不但继承了三宝家族强大的语音交互能力，在人脸识别和跟踪能力上也有着出众的表现。下面就让我展示我真正的实力吧。 三宝，你好，我要听音乐。好的。您好，我是三宝机器人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要找人。请问你找哪位？我找葛冰。正在联系葛冰，请稍后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。难以开口。三宝，三宝，你好，关闭音乐。好的。嗨，文总。葛总你好，我在办公室，你直接过来吧。葛总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欢迎，请坐。欢迎光临三宝便利店，你可以对我说开始进行点单。 也可以手动点击开始按钮进入点单界面。订单完成后，请从打印机上取下收据，然后把它带到柜台领取相应的商品。文总，这是我们给你们公司单独提的这个产品方案。我们的静脉进射功能，才你进来的时候都已经开始了，绝对能保护我们的隐私和谈话安全。再告诉您两个小技巧：触摸我头部左下角或右下角可以快速调节屏幕亮度，触摸底部的加减处可以快速。